所以今天我們的家庭觀眾要準備好了，換一些輕鬆的衣服，不要穿得太緊身的，所以要開始去動了、yeah. 今天我們的星光二班除了要令大家又唱又跳之外，還要帶起全場的氣氛。哇，這麼緊要，因為大家準備定了，舉牌了，喊了、啊、因為星光二班準備隆重登場。发誓会在数十秒内，电话要关，但麦克风要开，甜蜜过分按耐。射灯已开，喇叭已开，各就各位，你在我在。全呼机要关，但你的心要开，请看着这大舞台。别心急，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。你就让那狂音机扭开，去抢全场也疯狂。表演我直到你另眼相看，将天价亮亮在台上释放，攻克这天堂，揸到疯狂，让我今晚做女王，几百万票个轮流上榜。在百步以内，墙壁炸开，地壳天花炸开，将宇宙变做舞台。如心加我声带，已经一早唱开，这首歌废出，似关闸闸内，你就让那狂音机。哇！吓死我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终于咧，今日咧，阿宝儿，我觉得好似真系见到佢咧，大个仔大个女，明星全部都系明星嚟啊！冇错，我净系见到阿英姑，佢直头大个到好似欧阳菲菲咁。哇，嗰、那个发型真系厉害啊！黄宗杰亦都系十分之厉害，好似一个好大嚿嘅机械人咁。佢好俾心機，佢好俾心機睇人哋點樣跳，佢先學識跳啊！喂，再跳多兩下嚟睇下，唔該，黃宗傑嚟。哇，厲害厲害！哇，好啦，即係呢一班嘅朋友。